来啦。这么晚，谁呀？你是谁？孩子，你一定不会相信我是圣诞老人。师父，你快看，圣诞老人哎！圣诞老人是坐雪橇的。地球上已经没有多少雪地了。那你的路呢？很不幸，我遭遇了非法捕猎者他们。那你的衣服和大胡子呢？很不幸，我又遭遇了一场恐怖袭击。好感动，每个励志被人类带来快乐的人都会经历这么多磨难。明天你能帮我买一套圣诞老人的衣服和假胡子吗？听话的孩子都可以得到一本侠的漫画书，世界和平，人民安乐。嘿嘿。